建立的好。本来是人人羡慕的模范社区，但是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却成了受灾指标。更惨的是，这一片天崩地裂的景象还没有完全停止。大楼隆隆作响的大型起重机仿佛牵动着每位等待奇迹出现受难家属的心弦。为了防止大楼持续坍塌的危险，教会采取以不破坏主结构的方式，一边利用起重机支撑着整个建筑重量，一边则是将墙面打掉，让救援人员能够搬出还被压在底层的罹难者遗体。然而在建筑物抢修的另外一头，不少妈安怎样打电话，打电话哦，叫叔叔回来啦。妈，啊叫伊回来是要创啊？台北伫咱遮较严重啊，啊而且这地动啊，无话讲爱动一下啊，吼我足烦恼哦，伊伫台北无安全啦。妈，你莫紧张啦，这余震通常吼袂讲足大诶，啊叔叔吼袂有代志啦，吼。嘿啦，妈。啊，硕硕都敲电话回来报平安啊！搁卡啦，搁卡啦，甲讲哦，我阿姨回来啦。啊，即马电话真歹接通呢，若是占线吼，咱有重要电话都卡袂通啊。咱唔通想着家己啦，莫为别人设想啊，吼。好啦好啦，就安尼，要搁甲爸讲哦。无代志啦，啊你叫伊哦，好好保重啊。有听到啊吼？好，好，拜拜。家水讲吼，伊足侪朋友，为美国敲电话转来台湾，也毋过根本都联络袂到厝内面的人。足着急的，唔知影要安怎。算起来吼，咱真好运的。正阳那边足凄惨的，听讲已经走两千多人去啊。那是天灾啦，谁也无法度去阻挡啊。要唔过医生？应该用在这个时阵发挥真好的作用。灾区那边已经过两千人受伤啊，而且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被困在里面。各位医生，麻烦你们穿上白袍。大自然的力量太可怕了，也太无情了。一旦被他选中作为牺牲品，逃也逃不掉。应该扛水哦，小处理一下。
身为一个医师，我只能为他们清洗外表的伤口，其实他们最深的伤在心里。先去准备点滴，还有剪刀。那些恐惧、伤心、绝望，我都触碰不到，也没有办法替他们医治。再把他绑起来。失去一个亲人都痛苦万分了，他们失去了所有，那种痛是怎么甩都甩不掉的。师兄担架，我跟他们比起来，弟弟拥有的弟弟实在太多了。弟弟来，师兄，麻烦你们先把他爸爸送进去。好，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爸爸治好的。哎，弟弟，弟弟，来，这。喂，妈，电话总算是卡会通啊！啊，出来有安怎无？阿爸甲阿妈咧？你讲爸去再去倒沙冈，遐即摆毋是足危险的，佫一定有余震的。好，妈，你先无用啦，帮我甲阿妈问一声好呢。喂。本机语音信箱多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多声后请按米。喂，喂，爸，宿醉啊！阿姐，你阿妈，你来也不休困啊？爸，你今摆阿公有伫个灾区无？无啊啦，我已经转来厝内啊。妈甲我讲，你去灾区倒三工，我找你找足济工啊。你奈拢无接电话，啊！你语音信箱嘛无留言啊！我超烦恼你，我干那想要听你的声音，跟你讲话。琐碎啊！这几天我人虽然伫个灾区，啊，我心内哦，想的拢是恁啊。
想你，想恁哥哥，恁妈妈，阿公阿嬷，想恁有好无？有好我食饭，好我睏无？这人哦，真正足渺小的。啊，我明明就看到几个人倒伫我的面头前，我煞无法度救伊。啊，咱毋是医生吗？毋是大家所讲的会当救人的医生吗？啊，结果呢？我连去安慰遐受伤的人。叫伊唔通哭，我拢做袂到。厝有啊，骨气都有啊，物件歹去啊，骨买都有啊，啊人咧，我干来当摕着。我的听诊器，甲时间伫咧赛跑，会当加救一个，都加救一个。琐碎啊，咱真正要好好啊珍惜，珍惜。但还够活嘞，还够有迄个机会，会当对因付出。啊，因有真多，有真多人拢已经，因连敲一通电话，互厝内人问好。这灾难哦，总是会当予人看到更加多，感受更加多。所以说说啊，咱一定哦，爱当看到。咱做医生的，一定爱当看到病患的痛苦。这痛苦哦，不是干那空嘴哦，还有那受伤的心，人爱跟伊斗三工，好因哦，会当回去原本的生活，这都是咱医生真正应该做的。有啦，有真侪代志吼，是袂用得等的。收到，都爱赶紧去做。爸，啊，你这礼拜有闲无？啊，想要把伊那带转去。看你，看妈，还有阿嬷，你讲灾难，总是予人看得搁较济。我感觉灾难。我阿公较想要看到你，我甲你妈妈、阿公阿嬷哦，嘛真久无好好看你啊！啊，我一世人
不用这么久说要栽培囡仔啦，啊，结果望一个你，你拢这么大汉啦，迄时间哦，都唔知走去倒位去啊。一礼拜哦，等你带囡仔回来，咱一家伙啊，才好好食饭，好好开讲。爸，我知啊。爸啊。